他今天要来交屋了，东西搬走之后才发现这空间真的没有很大，是小白笋不是小白笋。现在你要叫我加油。红鲟海鲜粥，咸两打阿妈。买到地瓜了，温德，你开心吗？耶、yeah, ，又到了，人呢？我都是个转财。你这样转，不是抵消了吗？下一年继续努力吧。我们在这边住了一年哎、欸，可是他跟我那天买的是很像地板的那个。就是水泥地的颜色不一样啊，就比较一样，所以我不喜欢那个颜色，我觉得这个很酷。我们现在今天要来交屋了，东西拿好，我把衣柜关起来。在这边住刚好一年，对，终于。对啊，然后东西搬走之后才发现这空间真的没有很大。对，就是邻居，弄得很干净，要准备离开了。你有其他想说的话吗？没有啊，其实我蛮喜欢这里的，對啊、但这里真的太贵了。但你看景色很好啊。对啊，外面就是学校，只是稍微有点吵、啊。我觉得早上好像都会吵。景色很好啊，然后又有阳台，所以那时候一看到这间我就很喜欢，因为我不喜欢楼中楼。然后我送了他一个杆子。那你把窗帘拿走了？那窗帘到底要放去哪？还是我拿回家看台南家我有？再考虑吧。你有其他话要跟我说吗？没有，辛苦你了。就这样。你整理得很干净。嗯。下一年继续努力吧。好，我想要日本的。没有了，那我们要每个限定不一样，那正常是这样。地瓜。有吗？有人想要吃地瓜。今天金山好多人哦，这不是平日吗？刚30块停车场完全被停满，天气还不错啊，没有大太阳，但是没下雨。老街是蛮冷清的，可是我觉得竟然还有游客。我有在更冷清的时候来过，也有超多人的时候来过。来，地瓜还不两包90块啊，两包九十块，两包90块。两包九十，文德治疗两包吗？两包会不会就是90？小白笋90，我要买小白笋。是小白笋，不是小白笋。好香哦，好像蛮多人的耶。而且超多卖地瓜。对。地瓜的世界。回家你要叫我加油。海鲜粥，我会不会错过呢？会不会是这间啊？啊，对，就这间啊，大碗。好香哦，要吃吗？交给你扫码。好想吃哦，我喜欢吃粥耶。前面有菜单哦，麻烦直接去帮我们做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先来看他吃啥。他吃什么？你发有名什么？来这个粥。粥粥。红鲟海鲜粥。好啊。菜单之后现场点餐排队待位哦。好妙哦，这间的气氛好特别。有人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两个螃蟹的粥，真的很大碗。刚刚不是还说想要吃点的，根本无法。然后还点了这个咸两打阿妈，还有他爱的虾虾跟小菜小黄瓜，煮饭非常丰盛，想吃哦。这边有一位小姐吃得非常的起劲，刚才一次把所有虾都剥完，在这。好像有一点点饱，但感觉还可以再吃哦。你讲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金山地瓜，对，啊，这是栗子，这栗子，这栗子，这买金山的好。好、哦，买两袋。耶、yeah, ，买到地瓜了，文德，你开心吗？还文德说他要大的，就跟小栗子。文德说他要大的。耶、yeah, ，又到了，人呢？金山财神庙、哦。今天的任务是什么？再来拜拜，拿元宝求签。每年一求。可是我没有看过有人拿元宝来过炉跟再回来拜。那看一下今年是什么？他那边 有、啊。为什么？救护车。哪里？那边、啊。那不是啊？不是救护车吗？哦，那应该是他们有捐救护车。哦。元宝。对。这是我们上次的元宝。对啊。好啊，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下。你有没有把元宝带回来？那我可以带回来过香炉吗？可以啊。然后有需要拜什么？
哎，不用，你就直接拿去过中间煮就可以。哦，然后先放在那边，还是不用？不用，就过炉就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就一起人类，我们先拜拜再过炉。好啊，然后我就马上去求签，然后我们就马上冲去好市多 shopping， 跟上次来完全不一样哎，好惊人哦！那边正在盖。你要零钱吗？我有100跟50，对。你要一份吗？对，300。这个是写资料的。你会写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！写完了，然后盖了手印。我要盖。我已经盖完了，你呢？这边要盖。那这边还有那个，告诉你要怎么写，因为实在太难。不是你说疫情之后就没有来过？对啊。我马上把帽子拿下来。你把箱子拿，先从天空里开始。你要不要把它整理一下？刚才拿出来的时候有点卡住，那个稍微把它重新拿好哦，可以吗？我擦干净。好，出发。嗯，不是顺时针转啊。是这样转吗？不是顺时针三圈吗？我都是各转三圈。你这样转，你是抵消的吗？是吗？对啊，他有这样讲吗？一直都是顺时针，问题是转三圈。他有这样讲吗？没有，他这样讲。你就自己在那边乱讲。拿去烧香吧。好，烧香。带一下，然后也是一样，就顺时针三圈，好不好？你知道什么是顺时针吗？那先烧什么？先从大的烧烧，你要帮我吗？那纸呢？吃货。还有这些。